首五行诗，表演者李九春、李霄红，掌声热烈。
看你酒醉一个人来了，强发，请您举起您刚下午的右手。谢谢啊。你的名气就比我大，不能照您差远了。这可爱的胖子叫李修红，我干嘛来的啊？请您举起高尚的右手中指。他都在后边呢，都在后边，大哥一手都没着呢。我干嘛这么欠骂呀？你说您好啊？没有什么不好的，确实确实优秀啊，浑身都是优点。是，真的，你看外形长得可爱。语言很有天赋，哎，个人相当努力，应该的。人性上面不错，哎，干嘛呀？我人性怎么了？人性好啊，好，你退我一个。就是，嗨，刚才这剧场有个小虫子飞我嘴里了。这月份哪会有虫子呀？有，这耐飞虫子，这耐咬，这有一个小鳄鱼飞我嘴里，我不咬死你？咬死我干什么？别退我，人家还不错，人家还不错，哎，浑身都是优点。是啊，但是有其中有。一个优点啊，放在咱们社会上是优点，嗯，但是在我们单位就非常歧视，上梁，有良心，有底线，有做人的良知，你有病吧？哎，有病吧？那什么叫放？你刚才说的那几个，这德云社那都是知识盲区，对，没有歧视，就压根不认识，这不懂吗？这不懂。那您说什么优点？其中有一个优点啊，这是在我们单位，这是哎不好的。什么？学历太高了。哦，那您说这个啊，我们单位您熟悉吧？啊，郭德纲哎，老师开创的这大买卖啊啊，他这个学历大家都知道比较低。您介绍一下啊，初中二年级。初二啊，都是真实的啊，初中二年级。对，我刚才想，我说他家幼时候是不是条件不好啊？啊，困难啊，早早的辍学，贴补家用挣钱呗，养家糊口，可以理解。是，然后。做法咱就不理你。后来怎么了？人家你也没上过学，你倒好好教育下一代。哦，郭麒麟初二。你说呢？郭门父子两代人没见过化学书。对，你是初三的课呀，对不对？是啊，你有他学这个事儿咋着啊？哎，您发现没有？凡是早期收那些徒弟，捧的那真。侄儿们个比个的不能学历超过他，是的，就怕摆弄不了，我难以辖制，这都是实在。那你看哪些位有一个算一个？你先听，岳哥，岳岳云鹏啊，是熟悉吧？家世不小啊，认识吧？嗯，还行。还得问你，别人没人理我，岳云鹏大家都了解。春晚上面著名的魔术表演艺术家，学魔术、变戏的相声，是不是啊？说相声，哎，那就没怎么上过学吧？他什么学历？胎教艺。胎教。胎教异地，对，那不就是没怀上吗？这人说话真不严谨，我怎么真不严谨？没怀上，你胎教都没上，异地是上一半不念。那他什么情况？早产啊！哦，岳哥是早产，连流产啊！哦，你打听岳云鹏早产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吧？人家就是流产。有早产六个月的，包三包四，上小牛奶的，就出来吧。哎，什么话呀？早产六个礼拜，六周啊，是不是？没怎么上过学吧？嗯，那跟咱一块儿叫三哥叫古云鹏吗？对，也没怎么念过书，是是不是？你看那个烧饼顶哥，是咱们东北走出一个好演员，哈尔滨的，自己跟这儿还健身那个，对，抖音干啥？练块儿健身那个，把自己搞成我是儿徒啊。五位，我看你像奶牛，那老美籍同学，我跟人师傅多少年了？对，打小就认识。你那是自幼学艺，人称得起啊！你自幼学艺啊，你翻译过来就是幼儿之学。啊，打小不上学，对不对？不能上学，小学四年级。对，还就是有个叫文云平的啊，知道吧？当年给我买了一个本科学。哦，他那清华是买的啊，买的清华的室内设计。哦，室内设计啊，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买这学历啊，室内设计。你说那你就能设计出啥来呢？苍蝇设计呗，这就外行。苍蝇那叫室外设计，那室内区。
知人家考大学完了找高中过来的，是不是啊？我上着大学就来了，上大学大学就没找工作，多好啊！啊，跟那个全国重点大学，这也是东北人，离那个学校就是那个211的那个大学985。这样，我呀，大伙儿您上眼，上眼，怎么这样的他是985跳楼的？你这卡都不能背了吗？这卡你这样啤酒瓶满着背。哎，可以。谁在985跳楼？你们说吧，985吧，985大学骗人。骗你干嘛？有这么个称号吗？当然有，有，真有啊！这怎么个意思？这解释。1998年5月份制定的世界一流高校名单，一共是21所。嗯。真的，长春有一半是985，是吗？吉大的。吉林大学是吧？你是吉大毕业的？不是，不是吉林的。我是真不懂啊！985，对不起啊，对不起，他是98年5月制定的。对，那时候我刚刚1岁。哎呀，你说要不两个事儿？我说是98年5月啊，不是1985。你甭管这岁数，就是985啊！把人家专业，我直接说学校，说名就行。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啊，都还是一般吧。学的专业是民族舞，没错。哎，要不然毕业都被酒吧里跳舞。对对，那我去酒吧里跳舞好吗？啊，没学过民族舞。你不是学民族舞的吗？我学民族舞干嘛？你看这个中央民族大学，你想想，就一个汉族，剩下55个少数民族。对啊，没事大伙哥几个喝点酒呗。啊，喝多了以后，除了汉族的坐那儿吹牛，剩下的人都在这待着。大哥，我是吹牛那批的。没有事，吹牛的。对呀、啊，那学的也好，还凑。专业是什么？汉语言文学。谁呀？我呀。汉语言文学。对。哟、嗯。够狠的。你还别瞧不起小明哥了。有什么小屁话？人高中叫中文系。对。这次学历老高了，那个潘姐。凑合吧。太好了。怎么着？你要这专业，咱俩拉了手。怎么？咱俩拉了手。您也爱学文学？哎，我也喜欢文学。那您哪毕业的？你就甭管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个人隐私问题啊。小学毕业。问问你，问清楚哪儿毕业的？我得讲个门户。非得谁谁的？非得说吗？当然了，我是奶大的。奶大的。不信。你爹这没带吧？你带着吧，什么教育啊？什么教育啊？什么叫奶大呀？我是我奶奶的小孩大，那不叫没上过学，没上过学，这自己自学学文学，这冲突吗？到底跟我自己有学问有冲突吗？可以自己看书，所以我一上场，大家都看得出来啊，看出什么气势啊？啊，富有诗书气自华呀。咱们小宋里装的是什么，知道吗？什么呀？高中时期吧，对了，还举手，人举的是高尚的右手，我给你吃屎。大哥，大哥，你是不是饿了？哎，我饿了。这是什么奇门的知识？知识，知识的一种吗？知识，老李。问到他盲区了。对，就那个啊，对对，就那知识，知识。哎，大家这个成语没听说过吗？哪个成语？咱那叫满腹经纶。成语啊，时间没不懂。对，我师傅懂，是不是？初心的叫话。什么叫成语？你不懂。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经纶，对，经纶文章。没看出来。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咱看那些书那些知识，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没关系，怎么着？能摸出来。您看这些书都能摸出来？哎，都在这儿看着呢，一本一本的。您是看书还是吃书？你甭管，看完我就拍这等级了，是吗？就在这儿放着呢。那我能摸一摸？你摸来了，敢说敢说。你能摸？能摸不是给我高兴？你看就看吧，那我就想起酒精来不了了。那就摸，可以摸一摸，对，可以摸一摸。我敢说敢说。哎呀，摸着了吗？摸着了。什么呀？排骨。什么叫排骨？
废话，一囊一囊还得搁手。一本一本的精装的，我硬皮书。对，我说这么硬吗？二猫，我敢说敢说，二猫。哎，这个中国传统的名著都在这里头。传统名著对，还有什么《三国》？三国，不是没有，《演义》。三国演义两本书啊，一本啊，那怎么分开的？上下上下册呀，上下册呀，一部精装硬皮书吗？对呀、啊，精装书怎么还把标题印歪了？没印歪，三国的演义合起来看。哦，没有吗？嗯，这下面《水浒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没听到？没敢让你仔细说别的，说别的，上上《西游记》。没有。青楼红楼梦什么叫青楼青楼红楼梦啊红楼梦没有啊来点外边你就开外边啊接下来那法国有没有没有吗钢铁是哪种的长春人民出版社也有长安的钢铁是不是别的钢铁是怎样的我把它翻译我没摸着我当法国名著还有什么呢法国娘娘庙这是最著名的那个巴黎圣母院啊也有这么翻译他就得这么翻译有什么呀法国娘娘庙没有古经在中国传统的都掀起来找哲学吧啊诗书礼义春秋啊你还知道哎古经没有哎呀四书四书哎，不对，这眼神跟那哎都不一样吧？是吧？哎，绝对你这反应力证明你摸着四书，不是啊？你仔细摸摸四书，好好好啊！四书是得愿意让你摸，好好摸摸四书，哎，仔细摸摸四书，哎啊，四书可舒服了，哎，来什么？来，你摸摸这儿，这怎么样？摸摸太阳。那我解释清楚了，什么叫太奶？因为咱这个大一点。太恶心，您恶心太。那什么叫摸四书啊？四书五经吧，学庸论孟啊，这都是。您的纯是美国便宜，我真没看出您有什么文化素养来。没看出来，真没。表现表现呀、啊，怎么表现？你看这咱们学这么多文化是干什么？你得有载体啊，学以致用。哎，无非就是吟诗作对。文人消遣，尤其吟诗，我是最难的。这不行，咱小时候写那些吟诗啊，源源不断，说两句话。再说他不给你发信，现在他也不允许发表。怎么了？怎么了？废话，吟诗，吟诗怎么了？龌龊呀！你这龌龊，下流啊！你才下流，臭不要脸！你给文人丢脸啊？怎么了？废话，谁没事写吟诗啊？吟诗吧，自己创作完了，自己朗诵、吟诵。哦，那你以为是什么？哪个人啊？我也以为是这个。从你眼睛里，刚才我都看见三条腿了。你别让我瞎带节奏，没带节奏。吟诗八字，您有什么作品？太有了！来，我前两天来长春的时候，赶上那下雪，怎么着？喝酒的诗性大发，诗性大发了，诗性大发呀！对，诗性大发了。你写什么呢？哎，当时我爱国写一首主体诗，还不懂雪在啊，就描述雪的。哎，对，我们那边不怎么下雪啊，你看这雪景这么好啊，这赞美雪的文章，不是那赞美雪能太多？哎，真是，他这首诗有特点，什么特点？赞雪不漏雪。赞雪不漏，你看我通篇描写都是雪的美景，但是不带一个雪字哦，不提雪字来赞扬雪景，好不好？奇不奇？这倒是有点儿啊。怎么样？那您这诗几言呢？哎，什么？我说您这诗是几言的？你是假的东北人吧？我是真的。不漏雪，那雪一颗盐就化了，不能搁盐。不是我看您这诗几句色盲、雪不是白的吗怎么还绿了呢我也是多余我这么问你啊你说你这诗几句四句四句、嗯、一句几个字七个字
七言绝句。你把我说的坑了。哎，对，七言绝句啊，七言绝句嘛，七言绝句，四七三十二的字，没有一个闲字，跟着人都您累。四八三十二，四八三十二，对，哎，没有一个学字儿，没有学字儿，没有学字儿。那您给我们念一念，我们好学习学习呀、吟诵一下这头一句，吟诵一下，注意听了啊，让大家听一下。好，桌座啊，啊，献丑啊，您也别介，在座的有学问，您帮我提出来啊，您举手，您可以提出质疑，是不是？我也不来啊，好吧，好，好吧，雪赞赞助，哎，七言绝句啊，对，头一句，一句啊。天上一阵黑咕噜，哎哎，行，你看，哎，这您真有心眼，这描写的是一个天，一个仙女。干什么呀？有个简单的小问题啊，这是先是这个塑造场，我知道，天上我听懂了，黑咕噜，我知道，您这头一句是八个字，嗯。您这头一句八个字，四八三十二吧，是吗？对呀、啊，对不对？四几三十二啊？四八三十二，谁算的？我算的，还是啊？八言绝句吗？八言绝句。对呀、啊，我四几三十二不是你算的，我说没错呢。这不还有八言绝句吗？你八言绝句，我你谁算的？我算的，我是不是？啊，八言绝句。你们本来你看这描写的场景。行，二一，好似白练往下扔，这叫类比，不是不对，知道吧？《诗经》里有赋比兴，就是那白练往下扔。你干什么？又不对了，咋不对了？您这八言绝句，二一是七个字，是七个字吗？啊，好似白练往下扔，七个字。七言绝句吗？您刚才八言绝句吗？你不自己提出质疑，有八言绝句吗？没有吗？还是有七言了吗？我一会儿没有监控，你看看。你自己说七言绝句，有七言绝句吗？对呀、啊。行，第三句。第三句啊，那三句那点更好了。好，坟头的个人大比埋头的个人大不少啊。不用数，我知道没毛病。可以啊，就你让他们摆行了。不用数啊，这就两句。你起码十多个字，没这我齐过。我起码该有什么话，我不齐码。你这么多字呢？这么多，这你不齐言绝句？是啊，是齐言绝句啊。那你这么多字啊？你这让我还没润色完呢。啊，出版啊，草创这么一句，我还不润色一下？来，您润色呀。坟头的个儿到底馒头的个儿大不少，坟头到底馒头大，知道吧？行，对不对？咱们就来了，哎，最后一句警示大姑姑，好，你就是，我别理我啊，出去，这警啊，我这不还让警？你把我当大傻子了？啊，大傻呀！各位没有这样的啊！一开始说七言绝句，头句八个字，咱都八言绝句；二句又七言绝句，三句哎呀那么多，到最后一句他五个字，这怨我吗？什么玩意儿？这赖我吗？赖你赖谁呀、啊？我说完了吗？我还没说完，一共七个字吧？啊，没说完。你说完，我说第五个字，他给我推出去了。你加不了字儿吗？能加呀，来吧！警示大窟窿，五个字，我去。点睛之笔，啊，就叫我增加跟前儿一点，过去了警示大窟窿，也行。你要直接骂我，好不好？学艺，我骂你干什么？幽默的智商，我自己创作的多好啊！您这人才实不怎么样，不服，真不服，不服咱俩来呗。啊，您又打算来两个诗歌的竞赛，咱俩看谁作诗做得好啊？又苛刻一下，来呀、啊！行，你看看，那您说，您出题，我出题吧。你出题目，我随着。那您可玩疯了，不是专业吗？那您挺好的。我问你，看今年当这么多人，咱来一回五行诗。什么叫五行诗？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怎么做？拿这五个字为题，每人做一首诗。啊、拿这个金字来举例啊。
要求金字开头，金字开头，一人做四句诗，也四句。这诗里必须得有一位古人，古人。您找这位古人，跟我找这古人，必须是同朝同代，说得上话，说得上话。最后还得有四个小字总结全文，总结这首诗，这就是五行诗，这就是五行诗。对，好，明白了没有？没有，没好，不单我没明白，大家都没明白。嘟嘟说一大堆，这谁听得懂啊？没事儿，不明白不要紧啊。我先做，您照我这来。我照你这来。对，你先打个样，是啊，你来，是吧？金字开头，咱先说这金金，头一句就是金锤一对上下翻，金锤一对上下翻，对，二十四 K 打金锤。上下翻，那不浪的吗？你这还怎么浪的？你这咱俩回家过年去，多新鲜呢。金色的锤，金色的锤。哎，好，第二句，两军阵前砸金蝉。第三句，谁人不知岳云勇？第四句，力大无穷拔泰山。哎，古人出来了，哪一位？泰山。是不是？就是泰山那大元帅，举大大锤。是不是？那他怎么锤凶死的？把你给抡死了。泰山的心里头瞧凶的瞧凶的，我这古人是岳云，岳云，哎，哦，岳金锤将岳云，岳云四个小字一会儿再说，该你了，该我了，对，该我了，嗯，我怎么说，我是说照我这来，照你这来，对，听词来，金锤一对上下翻，耳仇，二一句，两军阵前砸金蝉，嗯，三一句，谁人不知岳云。那么第四句，力大无穷拔泰山，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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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好不足迹，足迹干你！废话，您怎么跟我说的一模一样？你讲理不讲理啊？怎么了？你这人真不讲理啊！我害怕我说错了，我还问他，我怎么说呀？啊、你照我这来呀、啊！我说一个字儿，那我照你这来吧。废话，您照我这格式来，诗令做古人令找啊，古人令找，要不然咱 PK 什么呀？古人是什么要求？要求头朝同代说这话，就认识，还跟那认识。对，金词来，你干我吧。金蛇说金枪一杆抖威风，听着不错。二一句杀不忍不出不发兵，三一句天象金台十二道。四一句，蜜月非命丧，风波停。好的，好的。哎，你那个古人是岳云，哎，我是岳飞，认识吗？你说得上话吗？太说得上话了，嗯，你是我爸爸。宝贝儿，坐一坐。你先等会儿吧，坐坐吧。听我四个小字儿，什么词儿？父子英雄儿啊啊，随父进庄。我不认识。不孝顺，不孝顺，不孝顺什么？哎，怎么样？说什么呢？这算您说上来了。哎，那算。但是您有点过分啊。怎么过分了？咱可作诗是文人切磋，您别大宝贝儿贪便宜。你没要求啊？你不是说认识就行吗？这我是你爸爸，我不认识你、啊。对不对啊？那咱说这木字儿可以啊？该改规矩吧？什么规矩？不许大小辈儿里找，大小辈儿不让找了，平辈儿里找。你也行啊，行，没问题。来啊，说木梳青丝女婵娟，女的。哎，我这是什么？我这理解像是人话，别说怪话。第二句，花人拜月恨苍天。第三句，王允乔使连环计。第四句，离间父子美貂蝉。这古人是貂蝉，貂蝉，对，你啊，貂蝉，对，他也肉的。你这貂蝉也太馋了，是吧？都吃成这样了啊！我就貂蝉了，你这四个小字，一会儿再说，该你了，该我了。嗯，金枪一杆走木，木枪一杆。红枪，红枪一杆，铁枪，铁枪，说什么？说什么？木木木木木了。你说木吗？木了。你看你叫什么？说木。貂蝉是不是？对，貂蝉。说，听我的。嗯。说木兰木。我没说对。不对，这话。我是谁人来着？是。
说木兰杆外美英雄，二一句散步来到凤仪亭，三一句抬头望见绝色女，四一句吕布画戟刺奸宁。怎么样？哎，您这个古人是貂蝉。哎，我是吕布，认识吗？认识，晚上还一窝睡觉呢。安歇呀，别安歇，听我四个小字儿。说，我是眉目传情，我是心神不宁。你老心神不宁，废话，貂蝉这大胖娘们说配呀。哎，不火，怎么样？不火，再来。接着说水字儿，来，再改一回规则。怎么改？不说四句，一人说一句。就一句，咱来一回顶针续门，自头咬自尾，就是成语接龙的意思。我这句最后一个字是您那句开头，可以一句诗里可就得有一位古人，一句就能赢了。这俩古人还又得同朝同代说上话，难度增加。咱看谁先说不下去。可以呀、啊，没问题。水字开头啊，先说说水漫蓝桥蓝瑞莲，这古人是蓝瑞莲。蓝瑞莲，蓝桥赋，蓝桥会挑水的小佳人，就是他。蓝瑞莲，我接莲字，对，往下说，往下说，说蓝瑞莲，莲花池塘魏景元，我是蓝瑞莲，我是魏景元，我是吕布，我是貂蝉，这么一会儿配上两对儿的，就配上两对儿，怎么着？你往下说，只要你不说男的，我都能给你配上对儿。这是你说的，那就有这把握，这辈子就跑不出我的被窝里。我行了，咱就赛赛来呀、啊！你刚才那最后一个字是？我刚才的袁袁袁文救夫穆桂英，穆桂英，袁大将，对，英勇宗保到战前，我是穆桂英，我是杨宗保啊，我要为他了。别安心，别当红脸上吗？前世姻缘白娘子，子都知道是许仙，仙传武艺如金锭，另辟肤牌俊宝男。男儿不如我樊花勇，勇冠三军薛丁山。山前学艺装饰女，女与罗成配姻缘。缘何又把织女渡，渡走牛郎上九天。上天你都问着，这说不定你也是皇家主播。天生我潘金莲儿多好看。别忙啊，我潘金莲啊，想看您要是愣配对儿，您可就是这。您是这个，那可就是这个。王大爷，啊，你把这妖女给我说出来了是吧？你以为难得住我吗？我认为难得住你。看，看见我西门庆在这边。先夫也算上，哎，也行也行啊。边关孟姜女婿夫婿去找的范喜良魏玉环，还有婆媳楼上坐，还是不乱啊？婆媳对楼上坐啊，坐楼杀气送老三，要给我宰了。宰了来我们家祖坟地方。三朝会审玉堂春，春日王金龙到河南，南柯惊喜林黛玉，玉腕搭在宝玉肩，肩披金甲花木兰。来，别忙，注意啊！怎么了？我当花木兰替父从军一十二载，我就没结过婚，我没爷们。你要敢胡配乱配，没结过婚。对，替父从军十二载，黄花大闺一直在军营里打仗。嗯，这帮人都是瞎子，是吧？对啊，怎么着？那是啊，就看不出来没结过婚。哎，你再说一遍，说一遍。肩披金甲花木兰，拦不住满营众将官。太恶劣了，我胡说胡，胡什么胡？再来，不要你不说男的啊，都得给你配上对儿。那咱说火字来、啊。
我都快赶回来了。来，一人说四句，这四句也得顶针续门，自头咬自尾，更加难说。里头不需要有古人了，我发现古人治不住你。怎么？咱就有一个人物带小故事，人物最后还有四个小字儿总结前世。啊，这人物跟这故事特别厉害，给你背。我怎么不信？你来来啊，来啊！说火纸为新坟，就死了。嗯，坟旁一美人，人苦谁似我？我不早归阴。您这人物跟小故事是小寡妇上坟儿。爷们儿，嘎儿子，嘎儿子，你怎么这么美呀、啊？嘎儿子，我太美了，我没有比现在更高兴的时刻了。爷们儿是你弄死的吧？你甭管啊，死了，哎，厉害，你给配上，四个小辈儿，一会儿再说，该你了。哎，我爸指挥三三，散步一个青年汉。汉子我没结婚，婚迟把谁来怨？你什么人物？我这是光棍抢媳妇儿。我用危险往前走一步吗？不是，你听我四个小字，我是因缘有份，我是愿你嫁我。我不愿意。而且往前走一步啊，不往前走，改嫁你得跑。我往前走，我撞死你！我撞死我干嘛？还说土字来呀、啊，就是一来呀、啊，土字跟火字一样啊。对，没问题。只要我说男的都能给你背什么，我就传你这句话。只要我不说男的，对，你都能给我配上对儿。来来吧，听这个。来来，说土长万物生如穷，穷尽家财我未尽功，功行之后多自在。再难念我是雌雄。跟电视上面骗钱挣钱啊，说咱们不
很少挨到小剧场的。哎，这些个好演员呢，其实台上有，是吗？加我的伙伴，我没什么好，多优秀的啊！这个在萧敬腾里边啊，这是处内拔萃的演员。就今天你这口气必须得喘啊！对，这不是嘎死这儿，相信也不干。怎么现在干什么？出类拔萃，出类拔萃。哎，说你很优秀，很惭愧吧？是不是？啊，很多朋友真的就是专门买票来看他的，你呢？真有名，又拿我开玩笑啊！真的，现在翻场了啊！来说点你的事儿。你要说什么事儿？对你翻场，你家能有什么事儿？还得涉及到家人。那不新鲜，您向于谦老师学习啊？怎么了？为了弘扬相声艺术，于谦的上下八辈都让我们当受了。不是。上八辈儿我能理解，说挺说的，下八辈儿不孕不育，你给整断了，不是整断了，不说你好不好啊？说点好的，行了，说吧，您把它说点健康的，好啊。你看现在您上剧场听相声啊，非常好的娱乐休闲的话，没错啊。但是就是比那个什么吃喝嫖赌强的多呗。那肯定啊，我们都是弘扬的是正能量，是啊，我们都是全职向善，没错，都是教人学好，嗯。听出来了吗？你看给大姐给乐了啊！哎呀，大姐思考半天，嗯，不如吃喝嫖赌。不如吃喝嫖赌呢？那个起码我也乐呀。那你快乐好啊！追求内啡肽分泌的快乐哦，不要追求短暂的多巴胺分泌的快乐，还分泌不同，是不是啊？你看没事多锻炼身体，对啊，多参加体育运动，强身健体，这都是好事儿。有吗？你看我们单位这些年轻小伙子们，你们都非常喜欢体育锻炼。对啊，你看我们一共是9个演出队，嗯，就出差在这儿轮换演出。对，我们7队在这儿演员一来啊，然后8队就紧接着再来。轮换，你看我们这个9个队啊，每个队都成立了足球队。哎，人也够啊，我们那块儿有踢球，对，组织联赛，嗯，很好玩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各司其职。你看我们队啊，像我这样的，您岁数大点儿，跑不太动，那在哪个位置当个小边后卫什么的，好吧？哎，他也有位置，我什么人？猜猜，什么人？这怎么猜？你看长春的朋友很机智高尚，嗯，可聪明，是啊。上回我在北京，猜猜他的位置，嗯，球。可能变成运动体了，我这个啊，也好，还真是，真对了，嗯，就是你这个叫胖啊，他这当守门员很大很多的优势，什么优势？你看我们是小赛制，不是那个11人的那个7人小门，就是小门，你想他一身白，这小门里跟着横着都过活似的，你怎么？就脖子的水平根本听不进去，嗨，人家谦虚的不错，是不是？哎，不是你的有这优势，是，而且还瞬间爆发力特别强啊，腿部肌肉还有，他不用满处奔跑，是瞬间爆发力，扑救，哎，啊，这开球，对，啊，这就干仗了啊，倍儿灵，是，而且完了以后后天经过强烈的训练啊，训练强度可大，怎么训练？没事，我就训练他的反应能力，这个扑救怎么训练？扑救，你看，就我们在宿舍待着啊，那枕头说着说着话，聊着聊着天呢，啪，我就扔了。玩玩摇杆，那我哪有人？不能让这样准备吗？瞬间的反应能力，想不到啊！太珍宝，太有家伙见了，能耐，真的。吃饭的时候啊，吃饭那饭碗，啪就掉出去了。哦，啪就能见了。是啊，真的。切菜啊，就切菜的，嗯，这些菜啪这刀子就啊，啪就能见了。真的，有时候也放着刀子，对，这手就没什么都能练，瞬间反应能力，嗯啊，就是有一样问题。什么呀？肉包子不行，叫医生不行。肉包子就自主回来了，我还是那个什么，不是狗，但是什么叫肉包子？您训练这不好事吗？对呀、啊。后来还差点被评为那个建议女，差一点啊，就评为那建议女为青年了。这跟建议女没有什么关系，就他这做的好事儿。怎么就想上海？我们上公园去玩去，用的钻木，是我们的假山石啊，嗯，假山石老高，3-4米，有那个3-4岁的孩子，淘气嘛，男孩就爬那个，对，哎呦，一失足完了，很危险，从上面听到后，大步朝下就摔下来，哎呦，好的，哎，幸好啊，要不然要没他，这孩子就落下，怎么着？正好他路过这假山石，我在边上，瞬间爆发一个新习惯，是，啪就把这孩子给接住了。好了个屁啊！接住以后，一个大口就都给开进去了。